我看电视啊，电视顶面啊，迄歹人讲话拢安尼轻声细碎，拢足客气的。啊，然后因就是要找着迄男主角，甲男主角安尼给我单调。无啦，既然你讲迄少将有来啊，哪里这要紧？我应该来接我才对咯。我讲啊，你卖我白来哦！我来动作好，三十秒，动作，你地我讲哦。不是你！我是干嘛巧克力口味？哎呀！阿姐，阿阿公人呢？你唔讲叫我来吃皮，啊！你唔好讲白菜，讲白菜不好哦。放心啦，我不讲白菜啦。你只要乖乖做我的邻居，我自然把王天赐绑回去。这就是我讲话的条件。我不爱。什么不爱啊？你不是要救人？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骗你啦，你较值钱。一个营业店的头家是价值偌济？100万都嫌贵，因王家根本就付不起。虽然我听无你的讲啥，不过你讲的那真有道理哦。你人真好，你无骗我咧。啊，我身上全全啊，讲倒去，我就过来找你，吼。我好，你先送你回去。你动作跟你同款，才歹去啊！你人拢来啊，我哪有可能让你走啊？什么是笑声？我跟你讲，我揸车最厉害、最厉害的物件啊，人要我抓走。我用药，把你派人泡死哦！好啊，你提出来啊！我看你有什么最厉害的物件。先来拜一下。警察，慢走！你什么态度呀？这出去有够强诶，一点仔拢无丢就甲杀过去啊！又何伊去个网友后来一家团，点解感情我失掉？你真正真敢讲？